我们大家现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64页，讲到第二段这里啊，说到这个佛到底是不是一切智人？那么一切智人就是拥有一切智慧、了知一切法的人。好，那。引用这个放牛譬喻经啊，那我们说过这个放牛譬喻经啊，在真阿含经啊，放牛品，那么杂阿含1249经啊，那么罗什也有翻译所谓的放牛经，那么都是讲在舍卫国。那这个大智者论跟大庄严经论讲的都是。地点是摩羯陀国。好，那这我们先了解一下。好，那这里啊，我们看到第二段啊，第三段啊，讲到这里，那诸放牛人往诣佛所，于道中自供论言这些放牛的人，因为啊都。这个品婆娑罗啊，把他们包3个月啊，那么都送这个乳酪酥去供养这个僧团，所以他们会讨论啊，讨论什么呢？于道中自供论言啊，那三个月供养完了，他们因为去每天都要送供养，三个月供养完了啊，他们要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彼此在讨论。说啊，我们听说啊，都听人家这样讲，佛是一切智人啊，就是知道一切法的啊的这个人啊。那么我等是下列小人，就是我们是一般的凡夫啊，那么没有那么大的聪明智慧。那么怎么样才能知道？何能别知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分别了知？实有一切智人，那因为拥有一切智慧的人，那他到底知道世间到底有多少知识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能不能了知一切世间所有的知识呢？啊，就一切法啊，那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世界上是不是实在有这种？可以了知一切世间现象的原理的人呢？啊，那诸他说，就是这些人啊，这些放牛的啊，就是彼此在讨论了啊。诸婆罗门喜好疏漏故，常往来诸放牛人所坐亲候。啊，就是因为婆罗门啊，那么喜欢吃这个乳酪酥啊，这些都是佛法里面，就是说当时当时比属于比较好的啊，属于比较好的东西啊，所以啊，那么因为婆罗门是印度是高贵种姓，那么他们有钱啊，那么也有很多人供养。所以啊，常常来往，在就是到这些放牛人啊，因为他们生产这个乳酪酥嘛啊，所以啊，常常在这个放牛人里面啊，有来往，有往来了。亲厚就是啊，就是关系感情非常好了啊。那么放牛人由是闻婆罗门种种经书名字。那婆罗门有时候会跟他们讲啊，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啊，这一些
婆罗门里面的这一些经书，因为这些放牛人可能都是有些应该都是一般的人，费舍的。那印度那个时候的教育并没有那么普及，婆罗门是从小就要读四吠陀的，刹帝利基本上也有读书，费舍就不一定。一般的平民的话，有的可以接触到，有的不能接触到。那索陀罗的话是基本上不太可能接触得到啊。那所以那这些放牛人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受教育的，但是他们多少会听这些婆罗门在讲，也知道啊有哪一些经书啊，这个经书的名字就是知道有哪一些经书啊。那一般来讲啊，主要是四吠陀啊。那阿含经里面常常说，经论里面常常说四吠陀是八大典哦，十八论典啊。那这里的讲64种记忆啊，就是四吠陀十八论典是64种记忆啊。那64种记忆讲的比较早，一般像大波涅盘经讲64种能事啊，那通常是96种外道啊，那其实就是世间上种种的学问啊，那我们这门叫做学科啊，那么政治、经济、天文、艺术啊、论艺，那么音声啊，非常的多啊，世间上有很多的学科啊。那像如果我们的大学里面的学科，不同的学科全部加起来啊，像现在又有所谓的光电科学的这本、哲学的这种非常多啊。那印度当时就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一些全部啊，就世间上所有用到的啊，包括煮饭的啊，包括管理的啊，包括做陶器的啊，反正非常多了啊，非常多。那么这一些啊加起来啊，它基本上把它缩成64种。啊，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佛教里面，就是说印度里面最常说的所谓五明，那主要是讲道理的叫做内明。那其他啊，像音明啊，讲逻辑的、辩论的啊，那声明啊，讲文字、语言、音声的，工巧明啊，种种百工技艺啊，做木的、做泥、做陶的啊，这非常的多啊。然后医方面啊，那么医病的啊，然后当然这个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种种的啊。那这个像医教经里面的啊，这个仰观星宿、天文的、推步盈虚啊，那么算命的、有的没有的、计算的啊，调象、调马、调鹰啊，那调象、调马、调鹰，养牛、养鸡、养什么啊，解梦、占梦、吉凶的。啊，看相的啊，非常的多。其实这些包括起来叫做64种世间记忆。所以他这里讲四吠陀经中，那么这一些种种的东西都是从四吠陀来。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印度最原始、最根本的开始是所谓的离聚吠陀，从离聚吠陀又开始有所谓的啊，那么耶罗吠陀、娑摩吠陀。啊，这些都是赞颂神的嘛，啊，那么离聚吠陀是赞颂诸神的，那娑摩吠陀跟夜罗吠陀，夜罗吠陀是啊梵呗啊歌咏啊，那么这一些怎么样啊？就有点像我们的诗啊，诗其实一开始是朗诵，然后有声音的，然后就是赞颂的啊，那。后来我们又另外把它别出来叫做乐啊。那古代中印度的话基本上是讲所谓的五明啊。那中国的话就是把主要的学科了，中国的话基本上讲古代讲六艺，孔子以前讲六艺啊，这个基本上是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啊。礼就是祭天法，这里讲的祭天法啊，他这里所谓斗战法、星宿法、持天法、歌舞论艺难问法啊，这些是主要的等等啊。那斗战治病的当然就是所谓我们的医方面，斗战的是讲啊讲兵法啊，像孙子兵法啊，儒家的孙子不是儒家的，中国的孙子兵法啊，儒家没有特别强调兵法啊，那么孙子的兵法、星宿法啊、天文的
那新秀法在印度也很流行啊，佛弟子里面也有一个知新秀第一啊，叫做摩诃杰宾那，摩诃杰宾那知新秀第一啊，那么就是看天象的了啊。那如果从 佛法里面教，它叫做仰观新秀啊，那推不允许又是另外算的啊。那持天法啊，持天法就是所谓儒家讲的所谓的理啊，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叶罗吠陀。叶罗吠陀规定啊，规定你要祭神啊，这跟佛教其实，佛教后来其实是学习佛教的法会，很多很多很多传来的佛教法会的一些做法，其实是吠陀经里面的。吠陀经里面的这个娑摩吠陀、夜罗吠陀，啊，那里面规定的东西啊，那当然到中国的话，中国的话又把道教的加进去，啊，比如说书文，哈，烧书文这种，啊，那烧这些纸马这种其实是道教的，啊，但是里面有很多类似像忏诵啊、赞颂、唱赞。哦，然后种种的仪轨，这个其实是娑摩吠陀跟夜罗吠陀里面很多的，都差不多，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那因为以前的人认为印度传过来的就是佛教，就是佛法，那其实不是，其实很多是印度教的东西啊。然后后来掺了啊，就像咒语一样，咒语其实我们现在流传的很多咒语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多，那只是把它改了一个名词，或是啊，那里面的人物改成。佛教的人物啊，如此而已啊，也很多是这样子啊。那比如说好，那观音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是佛教的，但这个清净观音，清净其实是梵天的特征啊，那么就变成是啊，就是佛教的一个形象，就结合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佛教跟印度教结合，那成为密法啊，或是我们认为的密法传到中国来，我们就把它当成佛教的。后来佛教又跟道教结合，那么如果传到其他的国家去啊，那么我们又会当成是佛教啊。后来都这样。那你要把这些东西分清楚，其实佛法本来就有契机的部分。契机，所谓契机，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人啊，那么要适应他们，或是让他们理解。就有针对他们的特别说法，那么这个佛法传到中国来，就有这一类，叫做格义佛教，格义啊，比如说道理啊，这因为佛法传过来跟老庄的思想很像，所以用老庄的名词来说明佛教的道理。后来道安觉得这样的格义的方式很可能会误会佛法啊，所以后来就把它改掉。基督教一开始传到中国来。也把上帝叫做佛，但是后来觉得这样的观念会让人家混淆，后来就又改掉了啊。那但是有很多啊，比如说从印度传过来，他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只要是印度人、印度的佛教徒传过来的那个就是佛法，那其实不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代表佛教。那去国外弘法，那这个是佛，这个是佛弟子啊，是法师，所以他讲的一定是佛法。我告诉你，还不一定啊。那所以这个，但是因为我们后来都是这样认为了，包括古来的祖师大德很多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好，我们所谓中国里面成就比较高的一个叫做智者大师啊，然后东土小释迦啊。那他就这种观念，就是把所有的佛法都当成是佛说的，所以他很难理解，也不是很难理解的。他为了要会通这些所有的佛法，那么他就把它做会通，这些都是佛说的。可是为什么佛这样说跟这样说完全不一样呢？啊，那么他就分啊，这个叫做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啊，就变成五十八教啊，就这种观念，他说。五十八教的说法纯粹是要会通这一些完全有一些基本上是不同的啊。你般若经讲空，你到了理趣般若，下品般若讲无我啊，中品般若讲空，到了理趣般若讲不空
那到底是空还是不空？那到底怎么样才是真理啊？就为了要会通这一些，哦，就开始分啊、哦。这最初是讲怎么样，后来讲怎么样啊？那本来讲解脱道，后来变成怎么变成解脱道的涅槃不究竟了、啊？他是要大波涅槃，佛的涅槃才究竟，阿罗汉不究竟了，阿罗汉不是究竟了吗？怎么阿罗汉又变不究竟了啊？大波涅槃已经讲了，所以要会通这一些，因为这些都是佛说的。可是佛怎么会前面说跟后面说不一样呢？啊，那基本上是为了要会通这一些，所以就把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五十八教。啊，那其实我们如果从现在我们很如实的来看待这件事，那五十八教的观念并不正确，因为它这个是站在所有传过来的佛法都是佛亲口说的，啊，那但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好，那我们来看啊，就顺带讲在这个，那他说是吠陀里面啊，因为其实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很多。我们所谓的佛法有很多是啊是吠陀里面的东西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少读到是吠陀经了，我们老实讲也不晓得是吠陀经在讲些什么啊，我们没看过，很多人四十五经都没看过了，还看到印度的是吠陀经去，哈哈，真的啊，那所以它里面啊那有很多的这种说法，那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那包括后来即使你研究佛法啊，如果你有读六派哲学的书，那你会发现到其实里面也有很多佛法的观念，那包括后来道家模仿佛教那么做那个道藏，那道藏里面有很多是模仿佛教的经典的说法啊，一时太上老君啊在什么什么地方啊这样啊，然后人家也讲涅槃啊，也讲解脱，也讲空，也讲无我啊，其实那些不是佛教的概念啊，但是他引用佛教的一些名词进入他的所谓道藏里面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啊，那他们如果道家的不知道，他这样念就觉得啊，然后到底是佛教抄道教的，还是道教抄佛教的？后来才有所谓的佛教跟道教长期在争论这件事嘛，啊，后来有所谓的老子化胡经，啊，那老子啊过函谷关骑青牛去印度成佛啊，度这些印度人，啊，这佛其实是老子去亲。过函谷关变化来的，或是佛弟子去变化做佛陀来的啊啊，在元朝的时候，这个辩论的很厉害。那、啊、因为大家也不知道，因为过那么久了，到底是老子变成佛陀，还是佛陀派他的弟子大迦叶来做老子啊？然后派奴童菩萨啊来做孔子啊，然后教化中国人啊。当时争论这种东西啊，然后。你看那个洪明集、管洪明集都是在讲这个，可是当时那个历史没那么清楚啊，当时历史没那么清楚，大家没有办法辨明。回到孔子那个时代，回到佛陀那个时代，甚至佛陀到底在哪一个时代啊出现，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佛教徒推到最前面，三皇五帝就知道有佛法了啊，那个时候佛陀都还没出现，哪里知道有佛法啊？就但是因为大家历史不明确嘛，不晓得到底佛陀。正确是在哪一年？那只知道啊，就一直往前推，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在佛教跟道教在辩论，啊，那到底那道教会说佛陀其实是老子变的，老子过青牛关去变的，度那些印度人，啊，或是老子的弟子变的，那这个佛教就反过来说，老子跟孔子都是佛弟子，佛派他的弟子如同菩萨、迦叶菩萨来的啊，这些在当时。其实因为历史观没那么明确，现在我们渐渐知道了，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那么我们慢慢知道哦，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好像啊以前这个月食啊，就我们会说啊月亮啊月食，我们害怕啊，这样二十经里面就讲这个啊，也讲啊天灾要地变了 啊，然后现在知道那是一种天文现象，我们没有什么。那现在我们了解到佛法其实在当时很多观念不清楚的时候啊，很多猜测啊，很多疑惑，那包括印度的大德传过来的啊，那彼此说的不太一样啊，彼此说的不太一样，
那么到底怎么知道，那么这些哪一个说的是正确的，或是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佛法？那个时候不太会怀疑啊，老实讲不太会怀疑印度人传过来的不是佛法，只会讲他的佛法究竟不究竟而已，但是不会怀疑他说的不是佛法。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即使是印度人过来的，印度的当时啊，印度的出家人过来的，说的不一定是佛法。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法师过去国外弘法，你也不能保证他说的就一定是佛法啊。这个其实因为他本来就受影响了嘛，啊，那所以这些部分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当时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些传过来都是佛法啊，包括你说梁武帝。梁武帝做那个梁皇宝忏，他其实不叫做梁皇宝忏，梁皇宝忏是后来我们把它取的，又加了一些东西进去的，啊，就梁皇宝忏是被改过的。那早期梁武帝做梁皇宝忏，不是他叫做六道慈忏，他原来叫六道慈忏，啊，那他是把当时收集到的经论里面有关可以消灾啦、灭罪啦这些东西，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拿来修行用的，那后来当然又改了，加了一些东西，就变成我们现在的所谓梁皇宝忏。那然后又加进一个故事啊，说他的皇后西氏堕入蟒蛇身哦啊，反正就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这一些后来我们会认为，就像后来我们会认为这个就是梁武帝，从头到尾都是梁武帝编的啊，然后梁武帝当时在拜的。不是，那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历史不清楚了啊，那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些东西，我们会发现到这个我们所了解的佛法，其实也是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加一点、减一点、加一点、减一点、加一点、减一点，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到底哪些是加进去的，哪一些是减掉的，我们现在要研究才知道啊。他现在慢慢清楚了，其实现在已经啊，其实透过印顺导师，这其实印顺导师也是后面的人这样不断累积来的啦啊。然后他了解，然后我们已经慢慢清楚佛法的核心是什么，修行的要义是什么啊。他大概已经，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你看，只要看到现在的佛教，即使是中国佛教，啊，95%了，95%消灾灭罪、增福增慧都是靠法会，我们就知道，这其实很多是印度教吠陀时代留下来的，叫做济世万能，那改成佛教的就叫做法会万能而已啦。啊，种种的法会解决种种的问题，药师法会就给你消灾延寿，啊，那个地藏法会就给你超度名扬两利，超度鬼道众生啊，那么解决鬼道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弥陀法会进这个就让临终的人啊可以往生净土。还没临终的人往生有份啊，反正增福增慧灭罪啊，反正那是这样啊，就是不外乎就是习真怀珠啊，咒语也一样啊。那这些其实是印度教的理论，因为它是靠神，只是我们把它换过来靠活菩萨。那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依法的，如是因如是果，有这样的果，如果果是乐，是福报福乐，那么它是从哪一个因来？如果苦罪是果报，那它是从哪一个因跟业来？那你要去消除那个因跟那个业，而不是祈求哪一尊神，念哪一个咒啊，那么请哪一个菩萨，那么灭你的罪，增你的福，不是。你要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你要去除掉哪些因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或是得到这样的殊胜，你必须要了解他那个因缘的关系啊。那么如果没有啊，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不管什么问题啊，就是请佛请菩萨啊，想要的东西
啊，念佛啊，念佛的经，念菩萨，念菩萨的经，念菩萨的咒，念佛的心咒，那么佛就会把你想要的给你，把你不要的带走。这个是吠陀的概念，吠陀经里面，吠陀经里面济世万能的概念。那么这些济世法要由婆罗门宗教济师来完成，那所以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的法会由法师来完成。那法师送佛菩萨，因为法师送起来有力量，因为他是佛菩萨的弟子，所以跟佛菩萨特交情深厚，由法师来念，而且他是专业人士，他念出来的功德比较大，他念出来的作用比较强。婆罗门的概念要由婆罗门来弄这些东西，这个其实，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哎，佛教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修行啊，这个就是修行啊。那你想要获得什么？哦，你要消灾延寿，好，给你办一个药师法会啊，消灾延寿啊。那你要光明，我就给你点灯啊。你要消灾，我就给你写消灾牌位啊。反正就是这样。老实说，这个是加了佛教，加了印度教之后传到中国来啊。那释迦陀就讲这个东西啊。如果你去看释迦陀，他就讲这个东西。只是我们现在把赞颂天神的、赞颂神的，改成赞颂佛菩萨。那么对于，但是里面的仪轨啦、仪式啊，那种观念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换成佛菩萨。那你看那个道教。道教把佛教这个经的这个东西换成他的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明明也是一样啊！啊，那你会发现到，哎，这个历史有，这个历史有那种，有那种相近的地方，就是说，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里面加了印度教的东西，后来道教是从汉末嘛，这个张道陵开始嘛，啊，然后。开始有所谓的道教，他加了很多鬼神，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原来没有书的啊，原来的书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然后这个《道德经》太少了，所以他就编了很多的这种，编了很多的所谓的道藏啊，什么凌霄什么洞什么经，好像就非常多。那么这一些里面，你会看他的经文其实就是模仿佛教的啊，一直啊，元始天尊啊，在什么山啊，在怎样，然后有什么弟子啊，就跟佛教一样。啊，他也觉得送了这个经就怎样。那这一些后来，因为以前不知道了，所以你看那个时代，元朝的时代，那个少林寺的弗玉禅师就跟那个道教的一个代表，那个还是道家的代表辩论。后来道教的辩输了，皇帝啊就决定，因为你辩输了吗？以后老子化无经要全部烧掉，道藏里面只要有毁谤佛教的，全部要拿出来烧掉。啊，那这个其实是，你看那个时代还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历史，老实说，历史还不是很明确。不过我们现在后面的人越来越明确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对天文现象其实越来越明确了啊，知道哎，这个其实不是什么灾难啊什么啊，它就是一种天文现象。当然人会受引力的影响啊，就好像地球跟月球，它有潮水涨落的影响，但是。并不是这个星象就会影响多数的人会怎么样，不是啊。那印度就很习惯有这种啊，就什么星象什么星，以前不是那个疫情啊很流行那个阿南德，印度的阿南德啊，那星象大家都很注意，他们又讲了什么啊，跟台湾有没有关系，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啊，都要让他看天象来决定。不是啊，佛法不这么讲。当然这一些业有所谓的业力有作用是有的，但不是这么说的。可是习惯，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啊，然后但是他讲的也有一点，就是说要靠人心的善法来转念啊，这个确实是对的啊。那么佛法其实也是从因果上去看，业善业跟恶业有苦有乐，它有苦因有乐因啊，因为你有善心所有恶心所造善业恶业，那么善业恶业成熟才会形成苦乐的果报，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那这里有讲到啊，我们主要是说啊，像印度里面四吠陀里面有治病法、战斗法、心秀法、持天法、歌舞法、论意难问法啊。那其实这些只是举重要的来讲而已啊。
啊，那战斗法就是兵法嘛，治变法一方面嘛，啊，那么新秀法讲天文嘛，啊，那么持天法就儒家里面就是礼嘛，礼乐射御书数，啊，那射跟御就是战斗法嘛，射是射箭嘛，御是骑马嘛，那以前打仗都是以前战斗力都是在这个人跟马跟弓箭啊，就这三个啊，然后刀啊，步兵、马兵啊，就基本上这一些。印度还有象兵啊，骑象的，那这些都是战斗法啊。然后新秀法、持天法啊，持天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的法会了啊，只是我们是持佛、持菩萨、持神、持祖先啊，我们这些而已了啊。持就是祭拜、祭祀啊，那祭就是祭祀法。那么歌舞啊，那歌舞其实歌有一点像我们的诗歌了，我们的诗歌。基本上礼乐乐就是诗的部分，礼乐射御书数，数是算数啊。那么这个是古六艺，如果到孔子把它改过了，孔子把六艺改过了，就是说主要的六种学习科六种科目啊，改成啊诗书礼乐易春秋啊，那也改了啊。但是早古代的基本上就是礼乐射御书数，那么有一点类似像这样的。啊，就是治变法、战斗法、新秀法、持天法、歌舞法、论义难问法，特别是论义难问。论义难问在中国跟印度两大古文明其实发展有一点类似，年代差不多啊，就是孔子的时代、佛陀的时代，孔子跟佛陀都是众人间的，孔子跟佛陀都是众人间的哦。啊，那佛陀其实是也是众人间的，以人为本的。孔子也是以人为本，但是孔子比较是世间的，佛陀是出世间的。如果你给他比较，年代也差不多，西元前500年。那么当时也是印度来讲，就是96种外道啊。那么这个中国来讲叫做诸子百家，有很多学说啊，那各式各样的。讲兵法的，讲刑法的，啊，讲种种的啊，那么非常的多。那儒家叫做以前叫做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孔子的时代年代差不多，但是都是以人为本，都以人为本。其实佛陀也是以人为本，孔子也是以人为本，但是孔子重在这个人世间，佛陀重在这个人世间出世间。孔子不讲出世间，孔子不讲出世间。啊，那所以就有一点差别，但是那个年代啊，那个特性啊，以及那个时代的氛围差不多。印度叫96种外道啊，中国叫诸子百家啊，那其实差不多啊。那所以他这里讲，那论义难问法在印度特别兴盛，在中国不是没有，但中国这一部分被应该是被取舍掉了。啊，那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秦朝的时候，一般就传说是焚书坑儒了，哈、啊。秦朝的时候就焚书坑儒了，啊。不过到汉朝的时候，特重儒家。秦始皇重仙道，重仙道长生不老啦，修仙道这一些。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老庄在汉朝之后，魏晋南北朝特别流行。也因为这个时候般若经进来，所以也般若经才有6家7宗啊。因为汉朝讲究的就是礼制啊，那礼制它有约束力，那一部分约束人造恶，但是也一部分约束人的思想，约束人向善啊，也有约束啊。那所以这个是在当时大概就是有诸子百家这种概念，96种外道，那特别是所谓的论义难问法。在印度特别发展，啊，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因明啊，啊，那在佛陀时代就有，你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很多很多外道都是找佛陀辩论，甚至佛陀还没成佛以前，就有很多人辩论了，啊，包括你说那个舍利佛，舍利佛一家都是辩论高手，舍利佛的爸爸是善于辩论的，他就是辩论输给那个舍利。那舍利佛的爷爷非常会辩论，那么他辩论输给舍利佛的爸爸，
所以才把舍利把他的女儿，就是舍利佛的妈妈，嫁给舍利佛的爸爸，然后他自己去流浪啊。那么他们整家都会辩论，包括你看，你舍利佛、摩诃俱毗罗非常会辩论啊，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啊，包括摩诃俱毗罗都很会辩论。他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是摩诃俱毗罗是舍利佛的舅舅嘛，他辩论给输给舍利佛的爸爸。所以啊，他把舍利佛的爷爷才把女儿，就是他妈妈嫁给他嘛。然后他回来就要找他的那个，他后来跟他姐姐辩论又辩论输嘛，所以他才去练习这个，都不剪指甲嘛，专心学习这个，回来要跟他这个小外甥辩论嘛。哪里知道小外甥已经跟佛陀出家了，所以他就去找佛陀辩论嘛。啊，你看那个印度这个辩论法哦，一直存在，但是佛陀。很善于辩论，但是他不重辩论，不重辩论。佛法并不重辩论，佛法比较重实证。辩论只是要让你知道，他不会一直在辩，他觉得这个一直在辩论，言语上交锋没有意，无意无力，没有意义。你要听得懂就听得懂，你要听不懂，我就跟你讲到你认输也没有意义。不是要你认输，因为辩论是讲到我赢你，你认输。可是佛法不是要你认输，佛法是要你认明这个道理，不是要你那辩论，是你跟辩论输我，你认证我比你高，他要这样。可是佛法不在于认证我比你优秀，你的道理不如我，你讲不过我，佛法不在于这样。佛法要辨明的是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那如果需要的话，我只是要告诉你，透过辩论告诉你，你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啊，你应该回到这样的观念来，啊，其实是要这样的。但是后来辩论就走偏锋了，辩论就是辩论的最终目的在证明我输胜于你，而不是在证明哪一个理才是正确的，就是他已经不在真理上。不再辩证真理，而是辩证我比你厉害，我是天下第一，只在讲这个。那这个其实不是，你看佛法里面很多外道去找佛陀辩论哦，佛陀并不多在这个辩论上，所以他会讲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他不与世间争。可是后来佛教慢慢就从唯识的承纳之后，把因明带进来。因明变成佛教里面菩萨特别要学的，啊，五明里面的一个，啊，特别是当时的部派佛灭后，部派佛教就特别重这个辩论了，啊，就彼此在辩。你看玄奘大师就好，玄奘大师去印度第一个就是跟印度人辩论，辩论到那些印度人都辩输他，啊，人家称他大圣天，啊，你看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辩论后来变成佛教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那其实如果往这一边走是错的，往这一边走是错的，因为你很容易执着在文字语言里面，执着在那个会增长我慢，增长我慢啊。那其实佛法不重在辩论，佛法如果有辩论是要辨明这个道理，就是让道理清楚，你好修行，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修行方法，怎么是真正的修正内涵，要知道这个东西，啊！但是后来的辩论都，我们说剑走偏锋，就开始，尤其特别从部派佛教之后，就开始重辩论了。到了唯识，正式把因明是正理学派的六派哲学里面，正理学派、尼耶亚学派，它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啊，讲这个知识来自于这个量啊，那么很多有一次来自于推论，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推论的，那所以他们很重辩论。在佛陀时代，那个辩论都是你输了，要不你离开这里，要不你离开你的宗教，要不你离开这个世界，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佛法其实你会看《阿含经》里面，不管是佛陀跟外道辩论，啊。或是佛弟子之间彼此的辩论，他都不是要争到谁说的道理对，不是，只是要让你明白道理。如果几次你一直争执在那里，他就不讲了，他就不讲
就自答不回答，或是这些辩论是没意义的。后面会讲十四论、十四难，就是这一些辩论是没有意义的，既不能让你明了道理，那也没有办法对你跟我有什么好处，那如果我辩赢你，就是我辩赢你而已，你也不一定服我，那你也不知道，那辩赢而已，也你只是称，你只是觉得我比你厉害。那你并不懂得我要告诉你的道理，修行的方法，修行的道理，那个是没有意义的，辩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也要小心，不要走到辩论这一块啊。那我们在底下看啊，他说如是等啊，如是等六十四种世间记忆啊，那现在加起来可能就不止了啊，那现在学科就更多了啊，学科更多了啊。那这种啊，他说净饭王子广学多闻，净饭王子就悉达多了。净饭王子有两个，净饭有两个，一个叫悉达多，一个叫做难陀，都是净饭王生的。那么再多加一个罗诃罗也是，他是王孙啊。那悉达多出家之后啊，后来带罗诃罗出家，后来把难陀也带出家啊，所以净饭王就没有王子啊。那净饭王娶两个太太嘛，一个是摩耶夫人嘛，就悉达多的母亲。那生下悉达多没有多久就死了，升到倒立天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难陀，难陀的母亲是大爱道是摩耶的妹妹有些说姐姐，也说是妹妹反正就是她的姐妹那各生一个儿子而已就是摩耶摩耶生了这个，生了悉达多那大爱道摩诃婆娑婆提生了这个难陀然后悉达多娶了耶输陀罗，又生了罗诃罗所以净饭王他们这一家有三个王子那罗诃罗可以算王孙但是因为罗诃罗比难陀还早出家，罗诃罗比难陀还早出家后来难陀，罗诃罗跟难陀都不是自己要出家的，罗诃罗跟难陀都不是自己要出家的，都是佛陀带走的。所以净饭王后来生病，罗诃罗回去。那么净饭王这一家就没有了，没有子嗣了。后来大爱道才要出家，应该也是因为家里面都没有男人了，没有净饭王唯一的死掉了其他的三个都出家了，没有啦好，所以他们家讲但是他这些牧牛人知道悉达多是净饭王的王子净饭的王子，净饭王的这个王子来出家的，广学多闻就是他学的很多那么若知此事不足为难就是知道世间真，因为他从小就学嘛，这个都在四废陀里面，就好像说读四书五经懂得这些道理，孙子兵法懂得这些道理没有什么困难的读这种辩论的以前中国也有但是后来我们说后来没有了这个坚持非坚，那么讲这种就是论义的这种英明的逻辑的中国也有，但是后来汉朝之后这一部分都没有发展，印度特别发展，中国就没有，但早期也有甚至还有唯物论，中国早期也有唯物论但是后来这部分也没有发展那他说知道这一些事知道之间这一些战斗啦、论义啦、歌舞啦那就好像说你中国你早期你知道诗书礼乐春秋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这个你从小就读过嘛，你都知道他那个道理知道那个方法若知此事不足为难，其从生以来不放牛。那这些人知道那么多，可是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放牛，怎么养鸡，怎么养鸭，怎么养鹅，因为他不需要养这个他不需要养这个，他可以调象、调鹰、调马，因为这要战斗的，他会调但是调象因为战斗的调马他要，但是养牛怎么养他不需要因为他养牛是为了要吃乳酪酥，印度人不太杀生，他不吃牛肉印度教也不吃他，但是他养牛是为了吃牛乳，牛乳熬成的肉做成的酥，他为了吃这个有营养所以养牛的目的主要是乳酪酥
但是鲁洛书叫养牛的送过来就好了，你钱跟他买就好了，啊，所以这些王子不太会养牛，啊，不知道怎么养牛嘛，这是肯定的。其他的你说光天文地理辩论啊，射箭打马啊，那射箭骑马啊，那么这一些世间的技艺，那么广学多闻的人他大概都会了啊，大概都会，但是他会这么多，他肯定不会养牛啊啊，所以他说其因为什么？因为其重生以来不放牛，他都没养过牛，他要忙这个，他要读那么多书，读《四吠陀》是八论点啊，那要骑马，要学怎么打仗啊，学那么多，他学天文学地理，他肯定不学放牛啊。我等以放牛秘法问之。啊，我们用他最不懂的，我们最懂的，因为我们也不能用我们不懂的问他，不懂的问他，他讲出来到底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这养牛，我们养那么久了，怎么养，我们最知道。啊，这个不是理论的，这个是实战的，这个是实际我们养过，我们知道牛要怎么养。那么，如果他也知道，那么肯定他是一切智的，因为像养牛这种一般人学不到的，他都会。而且他以前没学过的他都会，那么这样来推论，其他没有学过的他应该也会啊，这个那这样就表示到他是一切智人。像这一种这么基础，那么很多人都不会的啊，只有特定的人才会的东西，而且他不太可能从小养牛，他也没养过牛，他都知道，那一些他不曾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他应该也知道。那这个就是一切智人，啊，用这样来理解了，推论了。好，那么他说做事论理啊，做事论理，前路竹远啊，就竹林精舍了。因为这里我们说跟大庄严论经一样啊，大智度论跟大庄严，大智论其实也有引用过大庄严论经的。啊，有时候叫大庄严经论啊，都是讲在摩揭陀国王舍城啊，竹林精舍啊，就到，因为佛陀在竹林精舍嘛，啊，结下啊，结下是下雨啊，所以他们都送去。那么见佛光明照于林间啊，这个基本上，特别是大圣经典啊，论也一样，都会有这种形容词啊。大圣经典比较重，先赞佛。你看那个华严经，前面第一卷、第二卷佛都还没说法，啊，你如果读过华严经，第一卷、第二卷佛还没说法，都是什么啊？哪一天的人放光明来赞叹佛，赞完佛了走，哪一天的人又来啊？这些人就见了，大概赞了一卷到两卷，啊，就是天人啊，哪一天拿下来赞叹。啊，佛要说法了，这些天人先来赞叹，啊，赞叹佛，啊，然后放大光明，大地六尘震动，啊，放大光明，啊，佛要说法之前，从脚趾底开始放光，放到头顶放光，都在形容这一些。那么，初期大圣里面，那么特别强调，啊，那么让佛显现的跟世间不一样。那么受到这些就是超越一切的世间的天魔幻啊，人不用讲了啊，天魔幻，因为印度人就信天魔幻了啊，那所以超越一切的大圣经典特别讲这个哦。如果是阿含经不强调这一些佛的特殊能力，光明啊，大地六尘震动啊，不是说没有，不强调，强调佛的智慧超越一切的外道跟凡夫。你看你仔细看会发现这种差别哦。阿含经重在佛的智慧定力超越一切的凡夫跟世间，他看待事情的观点、解决问题的能力超越一切的凡夫跟外道。那如果是大圣经典，他会特别强调佛的光明能力啊，就他特别强调是八不共法啊，类似像这种佛的光明能力超越一切的阿罗汉圣者天魔幻，超越这些啊，所以你会发现到
它重点不太一样。那也因为这样，佛法后来就比较重在佛的威德不可思议，佛的光明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太多理解佛说的话，因为理解不了啊，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就好啊，我们只要膜拜就好啊，我们只要反复的唱诵就好，甚至反复的唱诵佛的名号、佛的经典，甚至佛内心流露出来的咒语、佛的手印啊，就后来变成这样了。那这个其实佛法不是这样说的，佛法是要理解佛的智慧。后来这个特征呢、啊，这个特征学习佛的智慧，见佛所见，知佛所知，入佛所入，证佛所证。后来变成不是这样，后来变成念诵佛的名号啊，顶礼佛的身像啊，然后赞颂佛的光明啊，就后来变成这样。那这个其实跟佛法原来的，其实当时佛法就开始往这一部分了，因为当时大乘佛法的时代，印度教就很盛行了，那么所以他要让他觉得他超越一切的天魔般啊，所以在这一部分啊，因为吠陀经都是赞颂这些天神的这些光明啊、能力啦 啊，但是这一些佛最大最大的能力，超越一切世间的能力，是慈悲跟智慧，是这两种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也要回到这个部分来啊，要回到就是慈悲是比较重利他，智慧是自利利他的部分。啊，就是说你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你看清楚的明白这个世间的问题的症结，你也有能力解决别人的问题啊。那你有这种能力，你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些事啊，那基本上在这里的好。所以他说，那么进到竹林里面，看到佛的光明照于林间啊，就照在整个竹林精舍里面了。竹林精舍很多树啊，前进觅佛啊，就走进去去找佛。见坐树下，佛常常坐在树下打坐啊，即使有金色啊，那么他也是常常在树下坐啊。那么壮似金山啊，这个是形容词啊，讲佛的这个形象啊，就像一座金山。那这种金山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如果看见太阳照在那个山上，有时候看真的就是整座都是金的啊，有时候角度的问题啊，那阳光照射在上面反射出来的啊，金山是第一个，它的质是金色的，金是一种没有杂染啊，而且非常亮的东西啊。那山是形容很高大，很高大啊，那所以壮士金山，如梳头火，其言大明，有似龙金啊。如梳头火，梳是油凝结的东西啊。那你放入火里面，它会烧，啊，炎就是火焰，哈，火焰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大，光明，有似龙金。这个龙金啊，底下有注解啊，但是没有确定是什么啊。那基本上啊，第一个是泛指明亮啊，龙金其实就是啊融化的，就是因为金是整块的，那它龙金其实就是散开的啊，整片都像金这样。光明啊，其实就是光明啊，啊，就是光明片照的意思啊。龙金基本上，如果从这里来讲，其实就是光明片照，因为它的火焰大明嘛，光明片照散逐云间啊，基本上是这样。紫金光色啊，那么紫金、黄金啊，紫金好像又形容比较更高级一点啊，所以它这个都是在形容佛的。紫金光色，颜色是紫金光，视之无厌啊，就是你怎么看不会觉得疲厌，就是很好看的意思啦，看了让人家很欢喜，又一直想看的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这些童子啊，也不是童子啊，这些牧牛人啊，全部看了这个之后啊，非常欢喜，然后就怎么样来自己啊，互相彼此这样讲。那我们先下课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那这一些牧牛人啊，要进来见佛，了解到底佛是不是一切智人，还没问佛以前，因为他要问嘛，那他什么都懂，那他一定不懂怎么放牛，怎么养牛。好，那还没见佛之前，看到佛坐在树下的像，那种光明像，他就先赞叹啊，先赞叹。那当然啊，这个是我们用啊比较好听的话来说的啊。那如果是放牛人自己讲，可能不会讲到像这种寄送这么文明，这么漂亮，他们没有读什么书的啊。好，他说：“今此是狮子，现在这个是狮子，是这个狮子就是我们老虎狮子的狮子啊。那这个狮子是印度用来比喻，那么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狮子啦、啊、大象啦 啊都是用来比喻很有力量的人。”啊，威德利的释是释迦主的啊，释迦主的这样的啊，那的人啊，那其实就是讲佛陀了啊，所以他就比喻他叫做释狮子啊，释迦主的一头狮子，狮王，一切智有无，见之无不喜，此是已知主啊。他说，一切智，现在这个释迦牟尼，就是释迦主的这个号称佛陀觉者的这个悉达多，到底有没有一切智？一切智有无，就是他有一切智跟没有一切智，因为他们就是来证明的啊，来问他，从他会不会养牛来证明他到底是有没有一切智。所以他说，现在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切智，从哪里就知道？啊，此事以意已足，就是他可能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因为他这个相，我们还没有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一切智，但是从他坐在树下那个相，光明相啊，那个光明遍照在整个林间，这个相，因为光明是智慧相，内在的光明会引发外在的光明啊，那么所以他这个就是所谓的性跟相，那个体有所谓的体性跟体相，叫做体相。那么他作用出来，那么解决一切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叫做体相用啊，就是他有相，就是他那个体有体性跟体相，叫做性相。那他内在的智慧就有外在的光明相。啊，所以这个也是印度人的一个自然而然有的看法啊。所以你那个菩萨像、声闻像啊，它那个光明圆光不太一样啊。那个圆光其实就是圆满的啊，所以都有圆光啊。好，他说到底有没有一切智，就是一切智的有无，从看到他的人没有不欢喜的，而且这种欢喜不会厌足，此事亦已足。啊，它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有没有一切相先不管，但是单单能够看到它的相好圆满，那么我们就很这个执足啊，可以说啊，从他内心讲啊，我们就不管他有没有一切相啊，这个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相好，这个我们就很满足了，很知足了。但是如果从他的道理来讲，应该是第二种说法，就是说有没有一切相，那么从他的外在的相就可以知道他的智慧的光明，因为智慧一切智者就是知一切法的智慧嘛，从他外在的光明下就足以证明知道他有一切智，所以此事亦已足，就是从他外在的光明圆满就知道他的内在的智慧圆满啊，所以应该是从这个地方来说啊，就是此事亦已足，这件事外在的光明相、光明圆满、圆光相是圆满相啊，而且它遍照在整个林间，单单从这个相来说，就足以证明
他有一切证啊，其实这个意思比较像是这样的。好，光明第一照，颜貌胜贵重啊，就是他的光明照明是第一的，他没见过，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啊。那么颜貌胜贵重啊，就是他的三十二相外相，颜貌是外相，也非常的尊贵，为人所尊重啊。因为佛号称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是外相的部分，八十种好比较偏重在威仪的部分啊。那个法基本上主要是两种，一般来说法叫做法性跟法相，一般啊那讲多了啊就变成体相用，性法性法相法用，再讲多了啊就是法性就是一切现象啊，再讲多了就变成《法华经》里面的十如是，如性相体力作，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啊，就讲多了就变成这样啊。那一般的说法基本上就是性跟相。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颜貌胜贵重，身相，这个都是身相，威德备啊。那他有所谓的威德具备，备就是具备具足了 啊，具足一切的相好庄严，与佛名相称，就是佛的名相称呢啊，与佛名相称呢。佛是什么？佛是一切智者，是觉者，佛就是一切智者，觉悟一切的人。跟这个佛，佛是佛陀的简称，佛是佛陀的简称，佛陀是一切智者啊，一切觉者是觉悟者的意思啊。那佛就是觉悟者，那么所以跟这个一切觉悟者的这个名称相符合，相称就是相符合，我们叫做名符其实，就是佛是一切智者。那么一切智者一定是知道一切法，一切智者是内心的智慧，怎么显现出来呢？外内在有一切智，知一切法的智慧，外在就会有光明相，会有光明相啊。所以啊，他说与佛陀这个名称，一切智者的名称相符合。为什么？因为一切智的有没有，看他外在的光明相可以知道啊，就是所以他才会讲嘛，此事亦足。他到底有没有一切智啊？这从这里看就可以证明了、啊。这个是有一切智的啊，所以与佛名相称。那有一些人名不符实，或者名过其实啊。那么佛名实相符合啊。好，所以相相皆分明，他不但有这个相，而且他的每一个相都非常的清楚，不是那种模糊的啊，不是那种不清楚的。他的威德啊，这威神威德亦满足，也是圆满具足啊。那么福德自缠络啊，就是缠络其实就是紧紧的包裹啊，就是包覆啊，就是他具足，也是具足的意思啊，圆满具足福德威德啊。那么见者无不爱，凡是见到的人没有不喜爱的啊，这个是形容词啊。那你说有没有人见到佛不喜爱的？也有啊，很多外道见到佛就不喜爱啊，提婆达多见到佛也不喜爱啊啊。那但是这个是从多数的人来讲的啦。那有一些特殊因缘的人啊，比如说外道，他因为佛啊，那么让这些外道的供养变少了，信徒变少了，他从内在里面是不喜欢佛的啊。那像提婆达多烦恼重，那么他也不喜欢佛啊。那并不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看的，其实在印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佛，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定的因缘跟烦恼的话，那么见到佛基本上都是喜欢的啊。就好像人看到黄金没有不喜欢的啊，除非在特殊的因缘啊，不然见到黄金没有不喜欢的。好，
那所以啊，他说见者无不爱啊，凡有所见的人，没有不喜欢的。圆光身处中，其实这个词应该就是他身处在圆光之中啊，就圆光啊，就圆满的光明啊。那因为他的光明遍照在整个竹林间嘛，就是圆满的光明，那么他就在这个光明当中啊，所以叫做圆光身处中，其实应该就是身处圆光中了啊，圆满的光明啊。那么观者无厌足，看到的人非常的欢喜，看不厌啊，看不厌，那没有厌，没有厌足啊，就是看不厌啊。若有一切智，必有四功德。所以有一切智的人，一定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功能，有这样功德的人，必定是一切智的人，具足一切智的人。所以他才会讲：见之无不喜，此事亦已足。观者无厌足，必有四功德啊。这两字对照来看啊，所以前面那一句应该就是指的啊，看到这样的相，那么就足以证明，足以证明他是有一切智的人。为什么后面也讲观者无厌足嘛？啊，若有一切智，必有四功德嘛。啊，所以我们从 这一句也可以证明，上一句是在讲啊，有没有一切智？现在有这个光明，就说清楚了，他是有一切智的啊。所以一切诸彩化宝饰庄严相，欲比此妙身，不可以为。世间上不管你用什么样来作画。啊，用七宝，七宝是当时最尊贵的，金银琉璃珍珠玛瑙啊，那么这一些来作画，这些画非常的庄严啊。你做佛像，用黄金，用白银，用七宝，变成一个非常庄严的像，都不如你直接看到佛陀那种庄严像。那些七宝的光明，不如佛陀自身的光明。啊，那个还是世间的啊，所以用这一些，不管你用七宝啊，这个蓝宝石、红宝石啊、钻石，那么做成一幅佛像，都不足以啊来比喻啊那佛陀自身的光明像啊，所以欲比此妙身，不可以为喻。不可以为喻，就是不足它的四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百万分、百千万分之一，不可以为比，啊，就不能够相比啊！啊，能满诸观者，能够满足啊一切的观，看的人，诸观者，就是一切看到佛的人都能够从中啊得到欢喜啊，所以能够满足一切所有见的人。令得第一乐啊！凡是见到佛的人，都会啊，看到这种相，都会很欢喜啊，很欢喜。那么见之发尽心，必是一切智。见到这样的相好庄严圆满的人，光明的人，那么一定会引发清净心，相信。清净心就是什么？很内在，出自内在的。啊，真实的相信，真实的相信，这个必定是一切智的人。我还没问，但是我单单看到这个相，我就知道他是一切，就是有一切智者。就像说他有没有力量，单单看他那一身的肌肉啊，他走路的方式啊，他拿东西的这个时候的轻易，就知道哎，这个人的力量很大。不晓得他力量有多大，但是看到他轻轻的把一个很重的东西拿起来，一点都不吃力，就知道这个人力量一定很大。那你所以你看那个舍利弗看见马胜比丘那个威仪啊，他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不简单。我不晓得他有多么不简单，但是单单看到他那个威仪，就知道这个人的心啊，一直在正念正之中，不然没不可能有这样的威仪相。啊，所以马胜比丘的相好摄受了这个舍利弗啊，所以他赶紧去问你的师父是谁，他教你什么，你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你看那个相好，那佛陀的相好胜过马胜比丘是佛弟子里面威仪最好的，那相好比较好的，外相比较好的是烂陀，三十相啊，威仪好的32相八十种好，那么。马胜比丘比较属于八十种好那一种，那
这个难陀比较属于三十二相，难陀只有三十相，相好跟庄严，相跟好不太一样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跟好，啊，那佛陀是相好庄严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这叫做见知发尽性，必是一切智。凡是见到佛这一种，佛只是坐在林间而游啊，他们去找佛，看到佛坐在林间，那个整个森林里面光明相啊，他说，那么这个必是一切智啊，必定是一切智者。好，如是思维，大家这么想啊，大家这么想，礼佛而坐，去到佛的坐的那个树下，就竹林净舍有很多树，佛在一棵树下坐啊，那么他们一群人。因为三个月供养完了吗？啊，想要知道，想要知道佛到底是不是一切智者，啊，所以就一群牧牛人去竹林精舍找佛。找佛之前，看到佛坐在树下那个相好光明，啊，心里面大家都这么样在讨论思维了，啊，可能彼此啊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了。好，所以就坐下来问佛说。放牛人啊，有几法成就，能令牛群欢喜啊？有几法不成就，令牛群不争，不得安稳。好，这简单的说法就是啊，因为他们要来看佛到底知不知道，是不是一切智者，是不是一切智者？先从就是从他懂不懂得放牛，来了解他是不是一切智者，所以就先问。那么，请问你知不知道啊？要放牛就是要养牛啦，其实放牛就是养牛啊。那么养牛要注意哪几点？这个牛群啊，那么繁喜就是繁衍啊，喜就是子息。喜就是子息，儿子的意思，就是牛群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啊，就是牛身体强壮，而且牛群的数量越来越多，啊，越养越多了。好，所以叫做牛群繁喜，繁是繁衍呐，喜是子息啊，就是儿子，子息的意思就是他的后代非常多。那么有几法不成就，令牛群不增啊，就牛越来越少啊，牛越来越少就是死了病了啊，那又没有后代啊，那就越来越少啊，那越来越多就是它非常健康，非常强壮啊，它生了很多牛啊，那每一条牛又非常健康，非常强壮，又生了很多牛啊，那是生生不息啊，就繁衍啊，所以他问的就是，那你知道怎么养牛？会牛越养越多啊，那怎么养牛会让牛越养越少啊，那你知道吗？啊，就问他这个啊，不得安稳就是常常生病嘛啊，那所以佛就回答他啊，那有十一法啊，就是如果要养牛的话，那么你要注意十一点，有十一个重点关键，那么会让你的牛群繁衍不息，就是繁衍很多啊，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牛会越养越多，越养越好。那如果不注意的话，牛会越养越少啊，那越养越不好，越养越好就是它健康强壮嘛啊，然后这个繁衍很多小牛啊，那因为养牛的注重这个嘛，健康强壮的牛卖得好嘛，那么牛群越来越多啊，然后生很多嘛，小牛又长成大牛，大牛又养小牛，就这样啊，越养越多啊。那健康的牛得出来的乳酪酥也好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他说，那佛陀就跟他讲，有十一种啊，十一法啊，那十一法呢啊，这里就在讲这个。那我们说，像这种在《增压函》里面有啊，放牛经啊，那《杂含》里面也有说到啊，《杂含》是1249经、1248经，就讲这个养牛的啊，放牛的。那么佛陀讲这个，其实跟修行也一样，跟修行一样，怎么修行？
要注意哪些重点啊？其实是一样的。好，那这里有所谓的十一个，第一个知色知相啊，我们先把这个名相看过。那么因为大咒论底下自己有解释啊，有解释。好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名相看过就好了。知色知相知瓜刷知富昌啊，那如果在经论里面啊，知瓜刷叫做去虫啊，一二四九经，然后这个知富昌啊，富富其昌，知作焉啊是起焉，知好道是择路，知牛所宜处是择处啊，知好度气度计是知度处啊，知安稳是知时处啊，知流乳啊就不敬庆其乳啊，知养牛主啊，那么就知道怎么样善料理人，就是牛里面有一个牛王啊，领群者的啊啊，就是带头的那头牛了啊。那大概讲这一些。好，那这个是从这个经论里面对照来看的了啊。但是我们从大致里面啊，其实他翻译差不多了啊。好，那他说。若放牛人知此十一法，能令牛群欢喜，就是能够让牛群健康强壮，而且牛群越来越多，牛越养越多。如果不知道，就会让牛群生病不健康啊，牛越来越少啊。比丘亦如是，知十一法能增长善法啊。那么佛弟子也是这样啊。那么你要了解修行到底要注意什么啊，你的善法才增长啊，你的烦恼减少啊，你能够正向解脱，就近苦边啊。那么其实也一样。好，那么底下就是十一个详细的解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什么叫做知色啊？知色其实就是从外表看，从外表看啊，知道这个色法从知道从外表看外相看的外相是色法啊。那么云何知色？从牛来讲，知道黑白杂色。其实牛有很多种颜色啊，但是主要的这里主要的就是分成三种：第一个黑色的，第二个白色的黑牛白牛，第三个其他颜色，花色的哈，黄色的，红色的。有红牛，有黄牛，有白牛，有黑牛啊，就非常多。它其实就可能是黑跟白是最主要的，那其他的就全部放在一起讲啊，就杂其他的颜色的啊。那其实如果真要来讲，就很多种啊。那杂色其实就是其他颜色，或是很多颜色混杂，花色的啊，黑白相杂的。啊，那其实黄牛啦、红牛啦、棕色的啦，非常也非常多啊。那我们说，其实就是黑白杂色，黑色、白色跟其他颜色啊，那或是其他颜色混合的。比丘亦如是啊，知一切色啊。那现在讲到知色，那跟修行来对照的话啊，那你要知道这个是黑牛，这个是白牛，这个是什么颜色？那知道什么颜色有什么用呢？啊，可能是不同颜色的牛，啊，它有不同颜色的做法、养法啊。那么比丘也是这样，要知道一切色。比丘的知色就是修行的知色是什么？你要知道一切的物质、一切的色。那么这个色，我们知道佛法里面最主要是在讲什么？讲这个身心。佛法最主要在讲这个身心。那这个色，五蕴六处六界啊，佛法里面，佛法最重要的是在讲有情，有情中的人。佛法最重要的是讲给人听的啊，佛法的重点在讲人啊，所以是人间的佛教，是佛在人世间里面所教导的教法啊。那么这个人里面分析来看，主要叫做五蕴六处六界。从人基本上是身心结构，那这个叫做色法，这个叫做心法，或是非色法、非心法啊。那么五蕴
六处跟六界，它主要是这样。那么身的话啊，身心结构里面啊，身的话啊是所谓的色，心的话是所谓的受想行识。属于物质的、可见的跟不可见的。六处的话，身的话就是所谓的我们这里的色，主要就是眼耳鼻舌身啊，你知道我们会讲啊，眼耳鼻舌身。心的话就是指意啊。那么如果六界的话啊，那么身的话是地水火风空啊，地水火风空。如果心呢啊，心就是就是啊，心就是是啊，你们写一下，眼耳鼻舌身。身啊，身是这个心，这个身，这个心啊，这个身啊是眼耳鼻舌身。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五蕴，这个是眼耳鼻舌身，这个是意，这个身是地水火风空，这个是四地水火风空四，这个是六，这个是六界啊。那么这个是色，这个也是色，这个也是色啊。那么这个是从生理上，从心理重心偏重心理说，偏重心理，这个是偏重在生理，生理，这个是偏重在心理上的说，这个是偏重在生理上的说，这个是偏重在物理上的说，啊，那么所以啊，如果是讲色法的话，色法的话，从五蕴六处来讲，它是指色。眼耳鼻舌身跟地水火风空，啊，这个叫四大。地水火风是四大，知一切是四大，地水火风。啊，那如果讲五大，就地水火风空。啊，那印度基本上讲四大，啊，那中国讲五行，啊，金木水火土，啊，这个其实都是色法，以及四大所造。啊，知色，知一切色，皆是四大及四大造。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啊。那如果讲五蕴跟六处的话，啊，把人分析成五蕴六处，那么有些分成六大六界。好，那么杂含六十一间，所有色啊，比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那么所有色包含人的身体及就是这个世间啊，包括你桌子椅子一样啊，包括这支奇异笔也一样。啊，所有的色法物质性的，啊，但是佛主要是就有情讲的，啊，所以所有色比一切四大，所有色包括人身体之外的一切物质啊，都是这样，都是四大及四大所造，啊，及四大所造，四名为色受蕴。他这里是从五蕴上说，从人，我们说从人，人身，从人身上说，啊，从人身上说，比一切你要知道。就是说，他告诉你，你养牛最重要的要先要看知道颜色，啊，这是黑牛，这是白牛。那么修行呢，比丘要先知道什么？知道这一切物质都是四大及四大所造，啊，这物质性的。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缘起的，啊，无常的。比色是无常苦变异之法，你要知道它是无常的。第一个要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有因有缘世间集，啊，因缘和合有的四大及四大所造。第二个要知道，凡是缘起的，必是无常的，必是无自性的，必是无常的。凡是无常的，啊，因为它就是生灭的嘛，有为法嘛，啊，有为无常，有为是因缘生的，啊，都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是无常的，第二个它是生灭的，无常的必然是生灭的。
是必然是有为的，必然是无自性的。那么它必然是什么？因缘所生的，这是因缘所生法嘛？啊，所以它是无常的。那么生，我们这个生如果是无常的、有为的、因缘生的，它必然会是苦的，苦，无常苦，因为它不断在变异啊，就是它必然是苦的。为什么？不管是苦，基本上有所谓的苦、苦、坏苦、行苦，苦苦。坏苦、行苦，那么我们的所谓的苦，它是感受苦受，它是受受，有所谓的三受，主要的苦、乐，不苦不乐叫做舍，舍是不苦不乐，也不是苦也不是乐。那不管是你苦受、乐受，或是不苦不乐受、舍受，它最终都会什么？生灭无常消失。所以苦本身它就是苦受，它就是苦，叫做苦苦，苦本身就是苦受啊。比如说生病啊，比如说贫穷，它本身就是苦受，所以它是苦苦。如果乐受呢？乐受因为无常，它也会消失。那个时候健康变生病，生病本身是一种苦，但是健康会生病，有钱会变没钱，那么它就变成坏苦啊。所以到天上的人，他无欲乐啊，他时间很长啊，他这个中间没有苦苦，他没有苦苦，他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怨憎会，没有求不得。但是他时间到了，从天上下来，他就会坏苦，五衰相现，他就会坏苦啊。所以三界里面啊，我们这个欲界有苦苦、坏苦、行苦，色无色界有坏苦、行苦，无色界有行苦，啊，那苦受本身是苦，乐受因为无常，它也会有坏苦，啊，那不苦不乐受，它本身因为无常，啊，那么它也会有行苦，会有生死，啊，那所以基本上来讲，你要知道一切色都是无常苦变异之法。啊，这个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从养牛知道色，那么讲到比丘，比丘要知道色是无常。那一般的世间的人要知道，比如说不是世间的人，这个养牛的人要知道这个是黑牛，这个是白牛啊，这个比较不是没有牵涉到那么复杂，但是可能黑牛、白牛它本身因为牛毛的颜色不同。牛皮的颜色不同，会导致于它可能啊，那么它的要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啊。那杂染322经，它是从六处讲啊，六处讲。那么眼，那么六处里面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是色法。眼是内入处啊，六处有所谓的六内入处跟六外入处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说的。内跟外，啊，内入处跟外入处，啊，那内入处只要是我们的身，眼耳鼻舌身；外入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身香味处，啊，其实是这样。好，那么是四大所造，净色，净色就是维系的，不可见的，啊，就是不可见。一般像印顺老师就把它讲成所谓的四神经，啊，那么这神经系统啊。感受的啊，那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啊，不是眼睛哦，它不是眼睛啊，它讲的是净色，净色就是比较微细的、不可见的啊，像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哪里可能知道啊？那所以它是内入处四大所造，也是四大所造的净色根啊，所以不可见有对啊，它是存在，它是色法，有对就是有障碍的，它存在那个地方。它存在那个地方，其他东西就不能存在，啊，像这支笔放在这里，除非把它移掉，那其这个东西不能再放了，啊，有障碍，啊，那所以耳鼻舌身内入处亦如是说，也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从养牛要知它的色，到比丘修行要知这个色身它的构造是怎么一回事。啊，养牛要知道这个颜色以及这个牛的构造是什么啊，大概是这样啊。
那我们就说到啊，这个所谓的姿色，那因为他这里讲啊，讲到是引用阿含经的啊，知一切色皆是四大所造。那因为他底下的注解没有提到啊，只是把印顺导师的大智论笔记放上去。那其实这个是引用杂阿含的啊，杂阿含61经跟啊322经的。好，那第一个是姿色，第二个姿相啊。那相其实就是他说姿牛吉不吉相，就是他的吉不吉，就是这条牛好跟不好，吉跟不吉就是好跟不好。那么好不好是什么啊？就是本身它好跟不好，健康不健康了啊，性情好跟不好了，身体好跟不好啊，就是吉跟不吉啊。那么与他群，就是跟其他的牛合不合，性情好不好，容易不容易跟别人合不合啊？这条牛在的会伤害其他牛，这条牛在会保护其他牛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条牛会引领其他牛去吃好的草，这条牛会引领其他牛伤害其他牛啊，去到不好的地方啊。那这个因相则是从他这个表现出来的啊，这个一只相啊，或者这条牛脾气很不好啊，那么能够了解，是就是了别了解。比丘也知道，比丘也是这样啊，从这个养牛知道怎么修行啊啊，比丘也是这样，见善业相，知是智人，看到这个人，动不动就暴怒，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感动，就知道这个人很情绪化。情绪化的人，就是什么？没有戒定慧的人。为什么？戒是什么？戒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定就是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慧就是能以没有烦恼啊，不起烦恼的能力，就是他的情绪非，就是他没有情绪化，他非常了解一切事情的本末因缘啊。那么他知道因缘果报，所以他了解如是因如是相，所以他没有那一种扰乱不安的心相啊。那所以他说比丘也是这样，见善业相，知是智人，知道这个人，知道看见这个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知道这两有这样的善业，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哎，他知道因果嘛，他知道缘起嘛，他知道业报嘛，啊，所以他不会去造恶业嘛，啊，你看这个小孩子啊，那个脏的东西拿到了就往水里塞。啊，那个不好的东西拿了就往嘴里塞，那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没有智慧，幼稚。啊，看到糖果饼干啊好吃就一直往嘴里塞啊，不会克制啊，也知道这个人小孩子没有智慧，幼稚。啊，那个水，他看到喜欢的就往水里跳，他也不怕淹死；看到那个火，他过去就往火里走；看到大便，他手就抓起来。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智慧，幼稚嘛，啊，他好奇嘛，他也不晓得那个有危险，也不晓得这个脏有不卫生，也不晓得这个不健康啊，他没有在管那么多的，不知道这个不健康，不知道这个不卫生，不知道这个不安全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不知道善恶业。不知道是善是恶，不知道善有善业，恶有恶业，就有影响力。不知道这些影响会让造成自己的苦跟乐，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他不知道这个啊，所以就知道他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智慧，所以一切佛法会讲啊，一切的苦都是从愚痴生，一切的苦都是由于无知。我们常讲嘛，我们有受苦，苦是从哪里来？苦是一种果报，是一种业报，苦是一种已经形成苦了，那是一种业报。像就好像你已经肚子痛了，那就表示
表示他已经形成果报相了。果从因缘来，怎么样的因造成你肚子苦、肚子痛啊？也许是你昨天吃的东西，或是你长期累吃的，造成你肠子阻塞、绞痛了啊，或是你吃错了东西造成发炎了，或是你吃太饱造成痛苦了、消化不好了，反正种种的因缘。那么它都是什么？它都是因缘生的啊，它都是你由于你无知，或是你贪爱没有克制形成而来的啊，所以他会告诉你，一切的苦都是愚痴造成的，无知造成的，或是无力啊。你知道，但是你自己克制不了。你知道打人不对，可是你很生气起来，你就去打人啊，造成啊，你也许把人打受伤了，你要赔钱，你要被警察抓去关，你要被判刑。我把人打死了啊，那打伤了啊，或是你因为打人被人家反过来打了，被人家打伤了啊，那种苦，那种都是什么？那种都是因为你无知，或是你无力控制你的烦恼，没有办法调伏自己的情绪啊，所以因为贪嗔痴造成杀盗淫妄嘛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好，所以他说见善业相，知是智人啊，知道这个人可以忍辱啊，善业相；知道这个人不能忍啊，恶业相；知道这个人啊，杀生偷盗邪淫啊，恶业相。知道，因为他为什么会敢这么做？他不知道这样会有业报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要不是他知道，他控制不了自己；要不就是他不知道这样做不好；哎，不是就是他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他控制不了自己不这样做啊。所以这个都是什么？不是智慧人，智慧人他知道，而且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嘛啊，你错误的观念、无知造成偏差的行为，就会形成啊痛苦的结果啊。你一断造不断造嘛，相续造嘛，那业就会成熟嘛，善业会成熟，恶业会成熟。善业会成熟就受报，叫做苦报啊，受热报。恶业未成熟就形成苦报啊，那就是罪业嘛。所以见恶业相，知是愚人啊。你看那个贫穷卑贱的，你看那个短命多病的，都是短命多病的，都是啊，都是杀业造的多；贫穷卑贱的，都是偷盗造的多；家庭堕乱的，邪淫业造的多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恶业相，你知道他有一些没有智慧，伤害做伤害别人的事，最终是伤害自己。看到他因为这样受苦了，你就知道他某些的道理是不清楚的。好，那么这个叫做知相啊，知色知相啊，那么知善恶业相，知一切生是四大所造。啊，这个是知色之相，啊，那从养牛来讲，讲到从修行来说，啊，其实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尼，都一样。他虽然是说对比丘讲，其实也对啊，对所有的出家众讲啊，那么也对所有的在家众讲啊，其实是这样的。第三个，云何刮刷？刮刷其实就是牛要怎么样啊？牛要清理啊，身体要清理，心也要清理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浮尘除垢啊。周立盘陀诀，佛教他要时常浮尘除垢啊。这个讲堂要打理，身体要清理，心也要清理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啊。身心净，净就是环境吗？你住的地方吗？啊，那么你的身体吗？还有你的心情吗？你的情绪吗？都要怎么样刮刷？其实就是真清理了啊。那二十一耳的浮尘除垢，
他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叫做浮沉除垢，浮沉除垢，从清理讲堂，那么清洗别人的脚，佛陀教他清理讲堂，比丘去托钵回来，你要清理他的污垢脚嘛，因为脚去外面走回来，他会沾满了很多尘垢，你帮别人清理，清理他的脚污垢，然后再帮这个佛陀说法的讲堂，你再处理，你在清理这些污垢尘垢，看得见的叫做尘，明显易见的容易清理的叫做尘，那么积累比较多 不容易清除的叫做垢，叫做藏污纳垢，就藏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或是比较难以清理的，那么你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清理，清理讲堂，清理你的身体，清理你的心体，心理啊，其实是这样。那个是虫养牛，你要清理这个牛。为诸虫饮血，则增长诸疮。这个牛的身体在毛发之间，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一些虫在咬这个牛啊。牛身上有很多寄生虫啊。那寄生虫也有看得见看不见的，你必须透过刮刷把这一些虫去除掉，如果没有去除掉呢，虫也会增生繁衍，虫越来越多，那个牛是身体就不健康，它的营养都被这些虫吸去了啊，它的因为这些虫会吸血，会造成牛的皮肤受伤，牛的血管啊的这些受伤啊，它也会把病菌带进去啊。那么比丘也是这样，我们说比丘包括佛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里，就是学习佛法的人啊。我们把它扩大来讲，其实就是学习佛法的人也应该要这样，就像养牛的人。啊，他要让牛健康，他必须去除牛不健康的因素。牛不健康的因素很多都是他的身体不干净，而且除了身体不干净，容易招染什么虫啊？有虫你没有去除，有灰尘你没有去除啊，所以要透过刮刷。那佛法呢，一样。恶邪绝观虫，有什么虫在咬我们？有贪嗔痴的虫。恶邪绝观，绝观就是内心的绝跟观，绝观跟着寻视，就是思想。我们的思想不纯正，思跟想，想主要有三种啊，细想跟粗想叫做绝跟观啊，绝跟观。那么通常佛法主要讲三种不正确的觉观，叫做三不善觉，欲想、会想、害想啊。佛法里面主要讲三不相，三毒是贪嗔痴啊。那么三邪观、三恶觉、三不善觉啊，觉观主要是想啊，细想跟粗想，细分别跟粗分别啊，所以叫有觉有观，寻视啊，有时候翻作寻视啊。那么细分别跟粗分别啊，粗跟细，粗细的分别，其实就是想。那通常会有所谓的三不善想，佛法里面常说的，这个其实是印度原来就有的说法，三不善想或三不善觉，不善觉，三不善想或是三恶想、三恶觉啊。好，那有哪三个呢？欲想、会想、害想，欲、会、害。那佛法里面叫做，比如说他的心里面，他的心里面叫做色受想行识，啊，
受、想、行、识。那识，识是了别，啊，了别什么？了别五尘境，产生受、想、行。那行里面主要是思，啊，那么这个行就是种种想，那么种种受会有种种想，苦想、乐想，苦乐不苦不乐，那么会产生贪嗔痴想。不苦不乐，你也没有觉察，所以它这个是痴，这个起嗔，它起贪，这个起嗔，起嗔起贪。那么由愚痴起贪，起贪跟起嗔，由愚痴你没有觉察，没有觉察，没有觉观，没有觉察，没有智慧的觉察啊，智慧的觉察觉观。那么在乐的境界上起贪爱，在苦的境界上起嗔恨。那么就有这些种种的想啊，种种的欲想、贪爱想、慧想，欲不离开。从我们这个世间来讲，不离开五欲。慧想啊，就是五欲的不满足啊，或不舒服啊，然后你就会进行，不管是因为欲或害，你就要排除这个境界，要害啊，害这个人啊，那么那就会有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说的所谓的三想，三不善想啊，然后扩大了啊，就变成八，八不善想啊，八恶想，八邪想啊，就欲想、慧想、害想。那么清理国土啊，清理想国，就是你在修行上会有一些障碍，有一些不好的想啊，不让你不能正念正知的啊，欲想、慧想、害想，这个是主要的。然后清理国土。啊，那么乃至于啊，这个尊贵你自己的种族啊，族这个高贵啊，那么这个有所谓的八种不善的想，那这里包括啊所谓的清理啊，欲想、慧想、害想，清理国土不死族性啊，清武啊，这几种。啊，那就是所谓的八不善觉啊，除了欲想、慧想、害想之外，还有所谓的清理啊，国土不死、足性、清武啊，这几种啊，那总共叫做八不善觉。那这里是恶邪觉观虫，就是这一些虫，那么不断的在吸食你的善根。啊，就是善根血吸食你这个善根，就是你当你有一些，你有一些欲想、慧想、害想的时候，啊，其实三不善根就叫做贪嗔痴，三不善觉，三不善觉叫做欲想、慧想、害想，三不善根叫做贪嗔痴，啊，所以就会让破坏你的善根，善根就是贪，就是无贪。三善根叫做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这个是三不善觉，那三不善根叫做无贪、无嗔、无痴，三不善觉是欲想、慧想、害想，那三这个是三不善觉哦，啊，三不善想，那三不善根是贪嗔痴，三善根叫做无贪、无嗔、无痴，三不善根，啊，叫做贪、嗔。吃，那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当你有欲想、慧想、害想的时候，你没有察觉，没有智慧去察觉，没有智慧去控制，没有智慧去调伏，没有智慧去断除，智慧，智慧。所以他引你的智慧学，智慧表现在哪里？啊，智慧是不断在流动的，就像血液不断在流动，让你的身体可以作用。那么智慧让你的心产生作用，你的血液流动，让你的身体产生作用。啊，那么血液主要是携带啊那个营养啊那个氧气啊，然后它去除里面的一些病菌啊，白血球、红血球是携带那个养分的嘛。
啊养分啊氧气啊，然后让你的身体可以流动的啊，输送那个血液输送是输送那个养分的啊。那么智慧也一样啊，那么你的智慧流动啊，那么它真正的智慧表现在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那么痴就是你有智慧有觉察的能力，你可以控制你的主要的贪跟嗔，主要控制贪跟嗔，那么它不会让你的善根渐渐的失去。善根失去就是你没有 你有贪嗔痴啊，你没有无贪无嗔无痴啊。那么所以智慧表现在第一个你能够觉照，就是观照觉观，你能够觉察，你能够觉察烦恼。那烦恼最主要的就是你在苦乐境界上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啊。所以佛法里面主要就是有贪之有贪，有贪之有贪，然后有嗔之有嗔啊，就是这样，你就不会有欲想、会想、害想。你没有欲跟会，你就不会有害啊。其实它是这样的啊，我们稍微把这个讲一下啊。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啊，你都能够了知啊。那么你当你没有贪的嗔，就是欲想，这个是慧想。那么有欲有慧，那么你要达到你的目的，你才会有害想啊，你才会有害想啊。有欲有慧就会产生害想，那这个是主要的三不善觉。那么它是从三不善根来的。好，那主要是因为你没有智慧去觉察烦恼。那么你进一步觉察烦恼，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你就知道所谓的畏幻理，这个是畏，有贪有嗔，这个是畏烦恼，烦恼入心啊，烦恼之心，你要知其过患，知其过患而能远离，叫做畏幻理啊。那么这个是佛法的修行次第，《阿含经》里面说的。那么你远离之后，你第一个就是要先什么？要控制烦恼。你要控制你的烦恼啊！你觉察有烦恼了，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那么目的是无贪之无贪，无嗔之无嗔。那么有贪到无贪之间，你要先让贪的烦恼得到控制啊！你不能说我不贪就不贪，我不嗔就不嗔，没有办法。但是你要控制，控制到，所以戒就是控制烦恼。戒，你知道，因为你要先知道。这样的过患畏患理，你知道有贪有嗔，这是畏，畏左心有烦恼了，叫做畏啊，心入畏，入烦恼畏了。那么你要先知道过患烦恼的过患，如果我这样，我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要知道善恶业啊，善恶业有善恶业报啊。那么你要知道过患而能远离，所以你要先控制，你要远离。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不嗔，可是你要先怎么样？比如说好戒五戒。那么在家是五戒，出家是具足戒。那么在家通往出家，这个是八关斋戒。好，那不管你在哪一个层次，不管在家出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沙弥沙弥尼，他都有控制烦恼这样的过程。先觉察烦恼，正信正见，然后之后正语正业正命控制烦恼。那么如果基础的从五戒，我虽然有嗔恨心，但我不会因为嗔恨心杀生。我虽然有贪爱心，但是我不会因为贪爱偷盗，啊，别人的东西我喜欢我就拿过来，啊，我不喜欢我就把它破坏掉，啊，那么不会有嗔心，啊，你讲的话我不喜欢我就骂你，恶口两舌妄语绮语都是因为贪因为嗔，那么贪跟嗔是因为愚痴你不知道，所以你先知道了觉察了，你要来控制，也许最基础要控制五戒，杀盗淫妄。主要是控制杀盗淫妄，啊，这个《楞严经》叫做四种清净明慧，啊，那九是遮戒遮止杀盗淫妄的，所以要基本要持五戒，然后进一步控制五欲，五欲是障道法。那你要真的要解脱，那么你说八关斋戒，所以八关斋戒控制五欲，那么在家一般人只是想幸福的，啊，你不要堕三恶道的，不要堕三恶道的。要控制五戒，要持五戒。那你要进一步，你要进一步，要出 不只是要出三恶道，不堕三恶道，你还要出三戒的。那你要控制五欲，啊，那这个就是八关斋戒。好，那么控制烦恼是戒，
然后进一步要调伏烦恼，这个是定啊。那么你有定了，你就自然调伏这个五欲，你对五欲兴趣别那么重，或是你主要的控制你的烦恼，调伏，调伏就是让你的烦恼缩小，烦恼的时间缩短，烦恼的次数减少，烦恼的程度减轻，就调伏了啊。这个是把火不要让它烧的到别人那里，不要越烧越大，控制住了啊。就是你有嗔心，但是控制嗔心不动于身口，不会去骂人，不会去打人，不会去杀人，不会去偷了别人的东西啊，不会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那不会这样，不会去破坏国家社会的利益，个人团体的利益不会。然后进一步调伏，让它减少啊，让它减少调伏，本来三天变两天，本来两天变一天啊，本来会骂人，本来会打人的变会骂人，本来会骂人的变不骂人，骂在心里面越怨恨，渐渐越来越少，调伏了，最后能够断除，最后能够断除啊。那断除先从断除身见开始，其他的没有办法啊。那到断除贪跟嗔，欲贪跟嗔，那你就证三果了。到断除一切烦恼，你就证阿罗汉，那就变成超越一切烦恼啊。那这个是戒，这个是定，这个就是慧，这个就是具足，慧具足超越一切烦恼。其实佛法是这样修的。好，时间到了吗？时间到了是吗？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先把这个角色讲完啊，把这一条讲完就好。所以他说这个恶邪觉观从，其实就是烦恼从啦，贪嗔痴从啦啊。那么引善根弦，破坏你的善根，破坏你的无贪无嗔无痴啊。那有时候叫做烦恼贼啦，烦恼贼劫功德，劫功德，劫你的善根功德啊。那这里的一样啊，它叫善，这个邪觉观从引善根弦，增长心仓，让你的心如好像得了一个肿瘤一样，时不时的隐隐作痛，时不时的这天流一点血，流一点血，你的营养都不够它的虫吃，因为虫很多嘛，虫也会增长啊，烦恼会越来越多，烦恼你不控制它会增长，烦恼你不控制会增长，你烦恼越来越多，你造恶就越来越重，你的苦就越来越多。那么你的烦恼增长，你造恶业，恶业又让你受苦，苦又让你起烦恼，就祸业苦，祸业苦啊，所以你的肿瘤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你没有把那个因去除，所以他说增长你的心的仓肿瘤啊，所以你必须把它去除，去除了你才能安稳，身安稳，心安稳啊，那么你才可以修行。好，那么今天就继续讲到这里啊，就是说第三个刮刷啊，刮刷，刮刷就是你要做处理啦。你对于你现有的烦恼要做处理，你对于已经生病的、还没生病的，你要常常刷理，让他不生病。还没生病的，你也要刷，你身体都知道要洗啊。那么养牛也是这样啊，你要刷洗，让它保持干净，让它保持干净。那么佛法呢，保持清净，保持安定，保持平稳，保持在觉照的状态下，所以叫正念正知嘛。你要这样保持。那如果有了，赶快刷。没有也要经常刷啊，那有了更要刷，而且要特别的刷啊。那没有要经常刷，好像你的身体一样，这样那新年比丘呢要用智慧的法水，经常保持心的清净跟安定。那么在清楚的状态下，这个是佛法教的方法啊。那相对于养牛啊，叫做知色知相知刮刷啊，了解要刮刷啊。那从佛法来讲，就是要了解这个身体的构造是因缘和合的，是无常的，是有为的，是因缘生的。要知道善跟恶，善知善跟恶四种正见里面，第一个是知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要先知道这个啊，善跟恶有业有报啊。这所以那么。你从善恶里面，你可以了解到，从果报上，你了解到这个人是善跟恶，这样做是善还是恶啊？那么，然后要知道怎么样清理烦恼啊？就牛有虫要怎么清理？没有虫要保持干净啊？那么我们的内心要常常
正念正知，保持内心的干净清净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现在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